现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，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。欢迎好朋友来到股海大丈夫现场，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。建成老师好。田君好，忠实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今天来到了5月8号了哈，在这个星期呢，其实还有蛮多的大事，包括 CPI、PPI 都要公布了。另外呢，5月15号前还会有这个季报的公布哦，所以本周应该还是有蛮多震荡的一个状况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操作？老师该如何掌握方向呢？好，来，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哈，今天5月8号了，5月10号以前，4月营收都要陆陆续续公布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嗯哼。那4月营收公布，有的比3月好的，这两天反映一下哈，会涨一下。就像那一档励志，有没有？今天励志涨嘛？有。因为公布的4月营收是比这个3月营收还好一点，好一些些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之前它营收是烂到爆嘛。来励志。好，6719励志。这也是成概股之一，然后在我们4月份赚了两根涨停板，很精彩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从那两根涨停之后，对，376最高有没有？360那一段带你走了之后拉回，我是不是一直都没有在跟你讲励志了？对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买回来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哎，好来，好，但是呢，昨天营收公布了。四月营收公布比三月怎么样？成长一点，略微成长啊，是啊，股价今天就略微反应，对，略微成长。所以有没有？这个2亿，上个月三月是2亿1，好，到了4月2亿6，好像有怎么样？多了五，好像4月比3月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有稍微微幅增加。励志的第一季哦，烂到爆啦！对，烂到爆，好，烂到爆。那烂到爆，它的这个第一季季报公布没？还没有，还没。然后这礼拜四呢，公司要怎么样？要开法说。哦。那法说到底看好第二季、第三季吗？我想大家会最大的质疑还是它的库存。好，到底去化了快不快？NVIDIA 的这个超级电脑，晶片到底有没有跟着它的这个功率放大器出货呢？就是那个电源啊，这个电源管理 IC 出货。这礼拜的法说，各位，如果你手上有励志的，那你就认真看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听法说，那我们怎么样？就跟着老师的节目，我们的节目就跟好来。OK， 好来。这是励志，好，本周对营收的公布，陆续的公布。那除了这一档呢？来，我这几天一直告诉你的，我说哈，我已经做完的股票，开牌的股票，老师开牌的股票啊，其实那个老粉丝们或者是会员都知道，这个你就不要再乱。不是有一个中视的观众后来参加我们会员，送了我一首诗，对不对？盖牌现行不乱猜，等待开牌慢半拍，对不对？一通电话打进来，对不对？成概标股跟上来，是不是？有。那元泰呢？我既然有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一直提醒你说不要去追高？我说我已经亮牌了，已经开牌的股票，你跟我的差距一张都20000块以上了，有没有？那我说你跟着我。我是怎么样带你三头斜照却相迎，有没有？当大家都砍出来，外资或者是投信都在砍出来大砍的时候，老师在做什么？对不对？三头斜照却相迎嘛，180以下，君子终日谦谦，一路买就对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都是什么？外资不要，对，一直在砍的，所以我在这个上礼拜，有没有？休假前我就告诉你啊。要感谢外资，感谢投信，有没有？要感谢的太天，所以就感谢天，有没有？好来。四月底那个时候，那你请看一下，我是不是一直告诉你说，元泰的这个外资跟投信他们的动作，老师都是直接数字让大家看哦。你看哈，到昨天有没有？
外资跟投信有没有还在买、欸？哎，特别投信一路有没有涨？都没涨哎、欸，今天大盘不是很强吗？对啊，昨上礼拜五的费半大涨2%多，对，今天的半导体股、科技股整个一开盘都气势如虹啊。嗯，但是它嘞跌到190，今天全台湾大概最弱就它了、啊。对不对？拍谁？刚开完大家都涨啊！对对对，它是直接往下。有没有？还有其他台的分析师，上礼拜不是告诉、哦？还有其他台分析师很骄傲说，我带会员不是我啦，他啦。那个分析师还很骄傲说，他带会员买195嘞。哎呦，今天190哎，哇，5000没赚到，先亏5000了。差距就在这里，你现在懂了没有？差别就在这里。你买195，你要200卖哦，你是卖的手忙脚乱啊，赚5000块。为什么？嗯，因为你，我就说你为了赚那3000，哎，你说那5000呢、啊嗯？去头去尾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去头去尾只剩3000呢、欸。嗯。对。那头跟尾是什么？嗯，手续费 啊。对。我们这几年国泰民安不就是大家都上缴正缴税，每年都贡献好几百亿吗？国泰民安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为了那三千，税收超收4-5千亿，哦，哎，超收4-5千亿才退6000块给你啊！你一年光这个证交税，你都缴好几万，上几十万了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证交税，哎，是、啊。我说你们短线做那么频繁的人呢、啊，你发现你哈、哦，你缴出去的手续费，你这几年你都在帮谁？嗯，你都帮我们的财政部、国税局在打工啊！真的，有没有？嗯，还打得超辛苦的。我们呢？我们有带你这样做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！一档就是12000-20000价差到了、嗯，再怎么样，嗯，获利下一档，不急不徐的获利下车。对，但你这两天你就为那5000块你没赚到，甚至你想说啊，老师都说要做12000-20000，结果怎么样？你12000-20000你根本就没等到，结果怎么样？先往下，先往下，嗯，先套再说，先套再说。你没有发现这几天200都上不去吗？是，有没有？今天也是啊。即便是一见200立刻就杀上来，就杀下来啦，嗯嗯嗯、就到190啦。那有没有人看？哇，为了要做短线，结果怎么样？200没追上去，追200去砍193的、嗯，为什么？因为前低破了嘛，昨低破了嘛、嗯，有没有？如果看技术分析的话，是不是又要看到？不只看技术分析，还看什么？嗯、还跟着外资投信做，嗯，对不对？自从这一根涨停、嗯，再加这一个红之后，对，哪一天红的，就只有上礼拜红一下而已、啊呵呵。可是问题怎么样？也没高点啦。你会发现、嗯，虽然这个大量，可是后面几天这个像今天，一根黑 K，、嗯、哇，量都杀出来了。对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现在发现了嘛？嗯，买点决定胜率嘛。是，买点决定，我们每天是不是可以怎么样？嗯，很安稳，对，很舒心的。嗯哼。这样操作股票，买的安心，抱的放心，赚的很开心，这才是你要的，而不是让你一颗心七上八下的。来，好，这是今天的《工商时报》。嗯，请你看一下哈、哦，写的好大哦，12档投信新欢扮演第二季多头先锋，然后列了一堆的股票。好，先不讲列了12档股票，但是这边呢，伟创、元泰、广达有没有？元泰有，哇，利多，利多见报的时候呢？嗯，利多啊，对啊、嗯，不是利多吗？是啊，那怎么不涨嘞？还在下加上投信跟外资都没大卖哎，那奇怪，到底是谁在倒货啊？哎、欸，谁在倒货？哎、欸，不是我倒的哦，我已经跟你讲好几天哦，嗯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在前几天我说你不跟我来买170，对不对？外资来了，投信来了，那很简单了、啊，我倒给你啊。你不要的时候我捡啊，对，现在你来了，我们给你都帮我抬轿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轿都坐得这么舒服了，那这时候不下轿还等什么时候下轿？等你的轿给我这边乱甩手哦，嗯，对不对？节奏，这就是节奏。下了没？嗯哼，潜龙班，看一下哈，5月3号，5月3号，上周，上礼拜三，我上礼拜我几乎天天都拿元泰在提醒你哦，我说不要追了，开牌的股票已经，我还告诉你不要跟着。投信跟外资的屁股坐，嗯，你永远慢一步，对不对？嗯哼。那事实证明我们慢一步，确实是慢一步啊，还不止慢一步啊。投信外资慢我一步，嗯，你再跟在后面，你慢我2步，嗯。那这2步的差距就是1张20000块的差距。是。
有没有？嗯哼，来，两百。我们那一天，十一点多，对，就先走一半了。呵呵，两百以上。本来想说我再留一半，看有没有机会再晃到205、210有没有？哎，怎么想着？后面没力了齁，想一想，好像外资都买那么多，居然都跟不上。我是不是在节目上直接斩钉截铁讲说，怎么买成这样，就是没办法涨停的。大买哦。对啊。但是它力量就上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到203它就上不去了，过不了那个高了。五月三号这一天，对不对？大买啊。好来，五月二号买一万多张。对。五月三号它就变小买了。可是二号、三号、四号，投信连三天都1000多张，将近2000张。三天，第一天是2800张嘛，然后再连着三天是5000张，哎，对，5000多张，哎，居然还够不了高。连着三天5000多张，元泰都居然没有办法站稳200，哎，有没有？嗯哼。所以呢，老师的动作就5月3号是200以上先获利。上礼拜三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跟等礼拜四、礼拜五了，200以上获利了结了。本来早上是先卖出一半，到了怎么样1点多啊，想想算了，统统给你，都给你好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早上卖一半，到了收盘前全走，全数获利，全走呢，全走再换一档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换一档有没有？山头买进有没有？然后怎么样，成交后把元泰全数卖出，这才叫你们有参加过我们永诚的会员的，你应该认得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的扣讯嘛，对不对？不会错嘛。好来，欢迎来查，我欢迎你来查。好，我就是这个人，我拿得出来的，我都不欢迎来查，好不好？实实在在 ，OK。好，那转进哪一档？这一档是谁？这一档是谁？大家都想知道，老师又擅头斜照，却像赢了谁呢？赢到的这一档，我是不是告诉你？有车用加伺服器，对不对？电动车加伺服器，对，有没有？这个之后我可以直接移开来，就跟之前一样，直接移开来，我们当时买过去，连价格都亮出来了，有上个礼拜五，老师还把价格露出来，哦，真的哦，你没有遮到，老师没有遮到，哦哦，有 ，OK。所以礼拜五那一天，132，对不对？今天快140，哎，有没有？今天很厉害哦。今天一开盘不是红通通吗？潜龙班很开心哦，都快140，我想说啊，不会这么快，这么快，这么快又要开牌了吧？因为我想说，很多人看我节目，过去操作一塌糊涂的，那你就从一月看我看到现在，我们一档一档股票，稳稳的获利都在，为什么我敢跟你讲稳？为什么敢跟你讲富贵稳中求？因为每个月遇到那种大利空，我没带你去杀股票。没有，没有啊。我因为没有带你去杀股票，所以那档元泰一根涨停到手啊。对不对？没错。老师真的就是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励志也好，金拓科也好，元泰也好，我们就稳稳的一档一档一档，就这样子赚进来。今天他没有直接拉上去，代表干嘛？给你机会，还在给你机会上车呀，啊。我不是。我说不要每次等到拉涨停了你才来，那你就跟我错过一根涨停以上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说100多块股票，连40-50块股票，金拓科一张都可以让你赚20000，那更不用讲什么，100多块啦，那随便也是一张12000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来，所以这一档有低堪买，堪买，只需买，还是这句话。标完去追高了，对，这都是心法，心法把它记起来。老师就是这么操作，你跟着老师的节奏就对了。好，来，就是这对不对？劝君莫惜套牢股，劝君吸取修正时，有低堪买，只需买，莫待标完去追高。四月底，4月26号那一天，贵买一大堆股票在往下杀，台积电600-500块也往下杀，有没有？再加上第一共和，有没有？被挤兑，对，有没有一堆人又再开始恐吓你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们呢，我们中视节目照做啊。然后老师稳稳的，然后我告诉你哈，元泰报好，我说养一分静气，多一分财气，多一分财气，而且要怎么样？你要沉得住气嘛，对不对？拐得了弯，稳得住局啊。所以别人带你这边杀低停损，我们干嘛？
鼻子摸摸偷笑，继续捡钻石。是，君子终日乾乾，每天遵守操作纪律，持续的做，持续的做。嗯哼，有没有突然跟你讲说啊，现在第一银行倒闭，哎，我们还是保守一点啊，不要乱做啦。没有。好，股票乖一点，站旁边观望就好。没有啊。没有。新会员你进来，嗯，元泰你都买到了。都有。有没有？啊，你就抱好来。好来。老师节奏都告诉你哈，月底他就会拉一根起来，果然就拉了一根涨停上来。好，上礼拜呢，我们永春泉的师母是不是跟我讲说，嗯，两块钱一万块的建和新股利领到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红包赚到了，对不对？我说徒儿，这个一万块就拿来孝敬你，有没有？有。那我是不是邀请你一段时间的那个低轨卫星加怎么样？车电，对，有没有？你们都有看到吗？有。老师题材都告诉你，然后也一样是山头斜照告诉你。来，这个低轨卫星加车电，礼拜五还很，老师还默默的，还告诉你说外资对坐，对不对？怎么外资一直卖，我还一直带你买呢？这分析师真的好有问题哦，有没有？老师说他就默默，你看每天那一点点、一点点的推，他不止这个时候卖耶。这个时候我是跟你讲，从4月24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更早的，都是在卖。这一档还有更早的哦，更早。我之前拿出来给你看的时候，它是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说跌，我还敢拿出来给你看。嗯嗯，哎，老师你真的很有问题，人家拿出来都是涨停的，你怎么跌还叫人家来买呢？当然是要买在当然有下跌的时候，当然跌叫你来买呀、啊。那不然我写这句话，我是在写心酸的哦。老师告诉你，有低看买，只需买、啊。对啊，末代标、我写这句话得写心酸的吗？我当然，我还画红字哎，有低看买，只需买，末代标完去追高。我既然这样讲，我当然就是这么做啊。啊，有低有跌就要赶快买啊，对不对？我还告诉你，跌在干嘛？就给你买，弯腰捡钻石啊。嗯，是不是？嗯，来，我那时候这都在中视哈、哦，你去看4月。底的节目，嗯，那时候我就是直接拿出来了，我还用这张给你看，看到外资这样砍，陈晨笑了，对，有没有？是上面这一张是在多少？4月24接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整个四月到昨天都还在大卖，到前天呢、啊，昨天开始小买嘞，上周昨天他把这个79张有没有买回来了？买回来了，然后买80几张啊，对不对？买几十张回来。那如果倒着走的话，那接下来不就100张、100张、100张、200张，开始买，一直再买回来了，有没有？不可能哈、哦！请你看一下哈、哦，4月18号开始一路是卖1100多张啊，嗯，有没有看到？是，整个四月他都一直在杀啦。对不对？所以告诉你啊，我都看到外资这样砍，我都笑啦、啊。为什么？见猎心喜。你尽量砍嘛，因为你砍我才有低可以买啊。嗯，对不对？那我有没有这样做？我确实带你这样做嘛，对不对？于是嘛，来。于是老师上礼拜不是还告诉你，他默默的，对不对？非常低调的。永春泉的师母，对不对？徒儿上周孝敬了你10000块建和新鼓励2块红包，对不对？有。来，差价就不用算了嘛。来，元泰也不用算啦、啊。元泰那也是大桌的精华都送给你了，对不对？都有。今天，师母又跟我讲了，又红包了。老师，我今天哈、卖了2张啦、啊。有没有？因为我们上礼拜讲说已经赚10000了。对，我们上礼拜。今天不是又再涨？对。今天高点有5000呢。对。今天高点有5000呢，一张就15000嘞。然后呢？怎么样？进账16000，两张。师娘啊，恭喜你！他一张赚8000，恭喜！怎么样？16000。母亲节红包真丰富啊，有没有？谢谢老师的大红包，真的包不停哎，恭喜！有没有骗你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嗯哼，红包一包一包的一直在赚。我们今天的清代会员都赚。师母也算清代了吧？是啦，你这个是 VVVIP 来啊，那你看到没？就这么简单啊，嗯哼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嗯哼。我一定要有涨停板吗？不用啊，我们掌声不停、啊。我一定要有台面上最热门的股票吗？什么储能股啊？你的储能股，如果你没有从20-30块一路爆到现在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每天的这样子大涨，这样子上冲下洗哦。都没掉，你会怎么办？你小心一串心哦，怎么样？七上八下，扑通扑通啊！怎么样一串心？行串串行，蹦蹦连耳红，都是为了股票。干嘛这样？
是不是很重要？就是你要能够买得很安心，抱得很放心，赚得很开心。为什么我们的会员跟我们操作可以这么潇洒？嗯，你看哦，这个会员写什么？陈恩老师您好，元泰好像是你养的哈、哦，怎么样？嗯，太听话了，有没有？他还说怎么样？嗯，假如你是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啊，真的有没有？就四个字，无限感激。这是大家的心声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公开讲给你听哎，我们含糊不听不清的说啊，元泰怎么样？没有，老师没有，我直接告诉你说，来外资来敲，我丢给你啊，嗯哼，是不是？上个礼拜我们真的是有几个分析师敢在节目直接这样讲了啊，涨一个涨停枪不就被打枪了？有没有？那确实走弱下来了啊，嗯，好，那明后天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下车了，我们已经下车要换另外一支股票了，是，对不对？下一档不要再错过，自己跟上绿色框框直接扫起来，小老鼠 HIH888， 不要再错过了哈。车电加伺服器，另外还有车电加上老师刚跟你讲的那一档地轨卫星，这两档你都还有机会，都还来得及。小老鼠 HIH888， 绿色框框扫起来。我们先进广告，来这句话。无心正是铁石针，什么铁石？指北针嘛，指南针嘛，哈。自始至终指向北啦，嗯，什么意思？始终方向就很明确。方向对了哈，努力才有意义。我一直跟各位讲，你没有做对方向，好，或者乱做一通，你的财富有没有办法累积起来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讲很久了。现在才5月10号都还没到，对不对？今天8号，哈、哦，嗯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嗯、在上礼拜的时候，嗯，中小型股在杀，有没有看到？嗯哼，四月底这一波杀很急，对，只要一杀很急，一堆空方有人就出来了，很多人就喜欢带你做空，又要再告诉你会比去年10月还惨，古月涵不是出来讲话吗？对。什么12000会破啊？一大堆空方言论、嗯。你现在回来、嗯、想一想，有没有觉得你把他的话给听进去了、嗯？你在这边把股票砍下来的人，你到现在真的会，你后不后悔？嗯，你们后悔看错节目？你们后悔听错话？有没有？嗯哼，这个时候你在砍股票，但是我们等着怎么样？低阶钻石元泰一根一根涨停喷出来、嗯哼，整个四月初很多股票都没涨。嗯。四月连假一放完，嗯，金拓科、立志两根涨停，有没有？嗯哼。所以问题在哪边？嗯，不要受外面的杂音干扰啦。忽多忽空使人疯，问题是台北方向对了，努力才有意义。问题在哪里？你的心，你的操作有跟我一样吗？嗯，心是铁石针吗？嗯哼，对不对？自始至终直向北吗？如果没有哈、嗯，来，还是这句话很简单、嗯。我们这些股票呢，都还没涨起来，你都还有机会，在等你上车，嗯、好不好？嗯、我帮你挑的都是怎么样有价值的绩优股、嗯，想挥拳来打，你只有在。甜蜜区挥棒，你才能够挥出全雷打。是，所以这两档你都还有机会。车电加伺服器到底是谁？小老鼠 HIH888， 绿色框框直接扫起来。再次感谢建成老师的分享。让我股海大丈夫陈建成带你富贵稳中求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，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